My friend, how are you? 我今日咧又同你讲广东话，又讲下华语啦。因为而家我配咗字幕咧，唔怕你哋唔识听嘅。其实我啲广东话都唔系咁好噶，我唔唱戏啦吓。咁啊，我点讲咧吓？你有冇睇我带好多嘢啊？带好多嘢，带很多东西，带很多东西。为什么我会带呢种东西呢？我对你说，其实我不想带劲嘅东西嘅，劲啊！一条颈啊，咁啊，我就发觉，因为我唔怕同你讲，我呢度咧有粒脉搏噶，好痕好痕。我其中有个视频同你哋讲，我带呢啲嘢可以帮你散热止痕嘅。咁啊，然后咧，呢几年咧，我带咗呢座好好，冇痕过，呢粒脉搏冇痕过啦，所以我就带好多，越带越多啦，越贪靓啦，同埋觉得真系好有效力，帮你。散热啊，即系生嗰啲人热气，你又怎么养嘅？所以当我们嘅时候咧，很热嘅时候咧，就热过热啊，啲皮肤敏感啊，好热。咁啊，然后我就点讲咧？咁啊，我就发觉我呢样嘢好咗好多啦。咁啊，我最近咧啲天气又唔好啦。其实我旧年啊，我咳得好犀利，好犀利，咳得很厉害，很厉害。咁啊，然后咧我就谂啦。咁啊，因为我就想，可唔可以？我唔想好似旧年咁，即系去年啊，大概2019年嘅时候，到呢个时间，我咳到差唔多成4-5个月，咳到我即系连瞓觉、睡觉都睡得不好。咁啊，然后咧，我就觉得唔得啦，我一定要揾个方法嚟帮下自己。其实呢个方法咧，我已经用过啦。可能我没有信心。没有耐性，咁啊，然后我就同我自己讲，咁唔得噶嘛。如果咁样，好似旧年咳落去，咪死紧，即系黐人啊！咳到我真系变得苏州啊，整晕啊！哇，我真系很害怕精病，再嚟多一次，再嚟多次，我就好害怕，好惊啊！咁我心里我就谂啦，有冇办法？我以前试过噶喎。好似唔系咁得喎，嗬！今日可能我以前咧，即系冇咁嘅耐性，同埋冇旧年咳得咁犀利，我就嗰种尝试，即系一两日，我就觉得唔得，我就冇用到。咁啊，今次咧，我即系旧年咧，吓到我傻啦，真系咳到我傻啦，咳到我真系怕到有命。咁啊，然后咧，我就同自己讲唔得，我再试多一次。咁啊，当我试多次咗之后，将呢啲。成功咗，成功了，点解唔同你咁讲？咁啊，如果你康了咗之后咧，如果你缩骨不起而咧，有两种情形，第两种情形，可能你们没有种耐性；第二咧，可能你哋用呢个方法嘅时候咧，就觉得佢冇效力。所以我曾经试过，我觉得佢冇效力。所以经过我咳得好犀利，失败了，我觉得。咁我今日咧，我大概我戴咗有两个星期啦。我觉得我戴咗之后，渐渐咧，因为我有一次我出去嘛，而家啲病情好紧要嘛，我怕人哋嫌弃我，会唔会有呢个病啊？咁啊，又没有这个病啊，我就很害怕嘛。如果颈椎怀疑我，我也是受到人家一种排斥，即系。俾人哋好似睇上镜啊嘛，咁我就讲唔好啦，我尽量我将自己听冇办法啊医好我咳佢哋先吓，咁后嚟咧我都真系成功啦。不过我唔怕同你哋讲，你要睇个人嘅，看个人嘅。可能你们觉得你有效力，可能你们不适合，也不奇怪。但系正正我成功了，所以我跟住好好跟你们分享。怎么分享呢？因为这种东西可能是过人，因为我当我带来了之后，当我有一天我咳得很厉害，出去坐车的时候都忍不住咳出来，然后呢我就跟我自己说不行了，我一定要用个方法来制止我咳了，我心里真的成功。你如果想一两日两三日，我跟你说我试你了，没可能。我大概打了差不多两个星期了。我逐渐的咳
夜晚冇咳咁辛苦，慢慢改善咗。我甚至可以同你而家拍视频，本嚟我想等我好翻，你先拍视频同你讲噶。不过我就觉得不需要啦，我觉得我已经成功了80%，不需要等到成功了先告诉你。只不过你用我呢个方法咧，最重要几一定耐性，可能两个月或者一个月、三个月也不奇怪，因为我们不用咳得很厉害，慢慢改善，不会一霎时候了，不可能的。因为我觉得我大流咗之后，起码来说，我晚上睡觉没有咳得要命。因为我觉得，为什么我们喉咙咳出来呢？我什么吃什么东西都要吃，都要吃止咳的东西。甚至吃个姜粉啊，好像一包包的姜粉啊，好像我就食嗰种按摩枝啊、蜂窝啊嗰种姜粉，我没有溪水，直接倒住个口度吃。咁啊，拿住个喉咙，吃到我屙大便都辛苦，但是我就有点帮助啦。咁啊，你睇啦吓，你即系叫你哋睇啦。如果呢种情形咗之下咧，你哋要记住，第一要讲耐性，第二要讲个人嘅，可能有啲人得，有啲人唔得，唔系话我嘅方法唔得，因为对我嚟讲，我今日好有效力，我所以今日推荐俾你哋，俾你尝试下 try 下，有啲人得，有啲人唔得，有啲人可以，有啲人不可以，有呢个可能发生嘅，所以唔系话呢个视频教错人，教错人，唔系咁讲嘅，因为好多嘢咧。每个人用的方法同埋用一个方法又唔同咗，或者有啲人好有耐性啊，或者有啲人冇耐性啊，有啲人好好有条理去做好样嘢，所以佢成功咯。好似我今次，我以前都试过两三次做呢种，都成功，都成功。咁啊，我今次咧，可能我去年咳得好，咳到我真系而家有一种害怕，所以我说唔得，我一定坚持下去，坚持落去。咁啊，变咗真系很好，改善咗好多。起码我嚟讲，我今日两三个星期啦，我可以坐到同你拍视频，就是因为我已经将我嘅咳嗽降到最低啦，甚至都降到我真系觉得我真系本来想迟一定玩成后了先至跟你们说，不需要，我甚至跟你们说，我觉得很有把握啦。啊，怎么用呢？怎么用？我唔拍对你说。24小时、24小时，点样做咧？首先你要选系选乜嘢咧？呢啲系石嘅，呢啲系石嚟嘅，石啊，又叫石。呢种咧最好系唔好铁，铁系生锈嘅，铁啊不可以嘅，生锈啦。呢、这个就磁铁，这个、呢个咧只个系铝嚟嘅，铝啊。这个又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不锈钢，又是不锈钢。这个呢，我不用解释了，这些是不锈钢。因为如果你们觉得呢，好辛苦，带着好辛苦，我也是没办法跟你怎么说。但是如果我觉得后果咳到你没得睡觉，后果你吃药都吃不到，看医生都看不到，所以你们就要好好想我这个，我怎么用？其实我想，我晚上呢，我喜欢带这个，喜欢带这个，一张呢可能要带这个，不奇怪。我尽量将条颈，你照一下，将条颈，好像包住来，裹住来，好像给他，好像我手腕这样，将它裹住来，它的液体散出去，咁降你嘅咳嗽，我觉得真系有帮助，有帮助，因为佢我唔知系咪佢冷却你嘅喉啊，嗰啲血管啊，啲血管啊冷却了，咁啊变成你的没有怎么咳得很厉害，可能我的气管有点天气敏感，天气啊敏感啦，我到呢个时候我就去年啊咳得好犀利。咁我就用呢个方法，我都同你讲长气啦，咳咗个当时我真系好惊，好惊发生旧年嘅事发出嚟。咁我后嚟我就唔得啦，我一定要用翻个老方法，唔成功我都要试一试啦。哇，真系对于我哋嗰啲发明王嚟讲，唔死心，
就係能夠成功就喺呢度。嗱，你哋要記住啊，嗱，我唔多講啦，要24个小时，24小时睡觉也带住嚟睡觉，不一定嘅。如果你做得辛苦，我也不敢勉强你。如果你觉得有帮助嘅效果，吸到你睡觉都睡不到。我觉得我现在改善好多，我觉得我咳嗽越来越好，不需要靠什么吃东西，我也有吃辣，只不过我没有看医生，没有看医生，还有我自己消炎啊、喉咙啊、发炎嗰种有帮助噶，我都有吃，所以变成怜悯，用我呢个方法。嗱，我对你们说下最重要最后一句，24小时要带住其他散热，其他散热啊，24小时，咁系变咗你能够将佢嗰条颈嗰啲血管啊，将佢冷却。你用个冰冇用噶，一沙子，一下子，一沙子就没有能啦。所以我用呢种东西带住，头先我呢个只，你以为我真系艾薇带住我多东西啊？我不喜欢带劲嘅，所以我每日试的时候我不带，好辛苦噶。只不过我真系咳得很厉害，你看我跟你们拍个视频，咳得又我每日我咳得很厉害的时候，我就带住，我甚至可以3个星期。慢慢改善量咳嗽，可以跟进拍视频，你拍的，你看我有没有咳过给你听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如果你们有兴趣的，那么如果你写评论给我，我也是很解释你先好解释一点点给你听啦，即是解释过给你们听啦。如果你觉得有些什么问题的，也都欢迎你们写评论给我，等我向你们解释一下，也都是不错的。OK， 希望你已经明白到了，但这种东西呢是帮助你散热，24小时24小时散热，散热你的皮肤没有热它就不痒的了。你看啦，祝你们成功，拜拜。